大家好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一套 Linux 的作业系统，我们称为 Linux Mint。各位可以使用 Google 搜寻 Linux Mint。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官方网站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官方网站之后呢，怎么样下载？好，点选 Download。那目前的版本已经到了第17版。好，各位可以选择 Linux Mint 第17版。那目前有两种使用者界面，一个是 Linux Mint 主推的 Cinnamon 版本，一个是 Mate 版本。那往后我的介绍都是以 Cinnamon 版本为主，那各位可以点选64位元下载，然后呢选择台湾国家高速网络中心的下载点，或者是另外两所大学的都可以。好，点选栏储存。好，那这边先跳过去这个部分。好，那下载完之后呢，您就可以烧录到光碟，好，或者是使用随身碟都可以。那另外一个版本呢，是请各位可以搜寻新北医学院，好，你可以用 Google 搜寻。那这里呢会有一个版本是符合国中小适用的版本，那软体安装的比较多。好，那往后呢会放在我们新北医学院这个地方。好，你可以点选下载。好，那下载完之后呢，怎么样烧录呢？我们可以使用一个软体叫 UniBootIn。 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官方网站，它有提供 Windows 版本，好，当然也有提供 Linux 版本。那你可以选择你的系统是哪一种，可以先安装好之后呢，再把我们的 ISO 档呢烧成可开机的随身碟。好，那建议是用随身碟比较环保。那烧录好之后呢，怎么样进行安装呢？好，我们先缩小。好，这个例子是新北医学院的 ISO 档，那它的安装方式呢，请各位下载完之后呢烧成可开机随身碟之后，好，到选单，好，管理，好，然后选择安装 Linux Mint。 好，这样子呢可以把这个作业系统呢安装到你的硬碟里面去。好，那如果需要密码的话，请打 NTPC。好，好，那安装的过程呢，我们在下一个单元再继续介绍。好，这是新北医学院要安装 Linux Mint 到你的电脑的硬碟里面的方式。好，记得到选单管理，好，安装 Linux Mint。 那如果是官网的话，官网的 ISO 档的话，它的安装 icon 呢就在桌面上，你可以直接点选，好，安装 Linux Mint 到你的电脑硬碟里面。好，那在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。好，那刚刚有提到了官方网站，好，你可以下载第17版的Cinnamon 版本。好，还有我们会使用到这个工具 UniBootIn。 好，还有往后呢，我们新北医学院呢会提供打包好更多适合中小学服务用的软体。好，那到时候会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你各位可以下载。